哎，杰哥，这是梁祝砍灯。我把梁祝都拆掉。这个屁股，它有两组，哦，一个 L， 一个 N。分别都有两个洞，这是一条线，就是你刚刚看到的，它叫做白扁线。它那个做法是这样子，一切都是做教学假设。剥皮的时候是这样子，我的线切起这个旁边，轻轻的咬下去，然后剥皮，有没有？它就掉了。记得。这个东西要确实的插紧，然后插完以后要拉一下，才不会避免弹出来。我之前就有遇过弹出来，结果修怕灯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来做你刚刚那个的疑问。然后它就变这样，对不对？现在你看到的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咯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画叫你截断的地方直接剪掉，剪掉 ，OK。剥皮，剥皮。另外一条没有，另外一边说错了，剥皮，剥皮，好，两个白色插在这个 N 项，插好，拉一拉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换下一个，黑色插 L。好，看，这个就是没有插好，掉了，所以要确实的插好。插，插，插，好。它就变成这样子啦。No。好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我要插电喽！剥皮，送电。两个都亮啦，当当。